今天很重要的时间，我们到最后，一到最后，大家在心里。对，那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些心里话，在我们最后一首歌之前，再跟大家讲一下，好吗？小一点。其实最近发生很多事情，那我们刚好其实六个人来自一条心，你们会支持我吗？你相信我吗？我们做得到，对不对？谢谢。耶、yeah, ，其实像小玉讲的，其实这个真的发生很多事情。那其实我觉得只要刚好想一条心的话，没有什么困难是可以，就是不会被解决的。那所以希望说歌迷可以和我们一起走下去，然后也希望给我们最多的力量跟支持。明年爱博敏和今年都还会推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，谢谢。大家以为我要单飞，但是呢，我跟在这边跟大家讲，我不会飞那么好，因为大家都是自己走过来的，所以也谢谢你这些歌迷，期待2010年棒棒堂的最新专辑，谢谢。我们还是再上来吧，比较适合我。之前我去拍戏，也去主持，大家都没有觉得我要单飞。因为现在是2011年，我要送给我第一个礼物，就是我的飞轮，准备接好哦。第二个事情呢，就是呢，我要想一下这个东西。哦，对了，我觉得今天有一首歌没有唱到，那我不知道大家很想唱的一段好不好？啊，我们之间。心脏啊，不怕输啊，走啊，一二三，我们。兄弟，我爱你们，谢谢。